竟然有鳄鱼 ！Oh my god！ 这里面竟然有鳄鱼！No no no no！No no no！ 你给鳄鱼吃吧。来，给鳄鱼吃掉。OK， 好的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这个亲子农场系列。因为呢，布布最近他其实真的非常喜欢动物，我就在想说，离我们家最近，然后又有动物可以看，然后最好还有东西可以吃，有没有这样子的地方哦？于是呢，我上网一查，原来林口就有一间非常有名的，它算是农场吗？它算是，但是它更多的其实有名的、出名的是在它的餐厅。那这里就是这个台湾山猪城，对于住在林口的大家来讲，这里是蛮近，可以带小朋友出来放风的地方。那因为布布现在正在睡觉，他稍微睡醒了再带他去看动物。我刚刚就有去稍微晃了一下，我觉得这里动物蛮多的，很特别，原来林口旁边就有这么棒的一个地方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带大家进去看。同时间我们今天晚餐呢，可能就是会直接在这个台湾山猪城吃。好，那我们就等布布起床吧。 Let's go。 哇，布布你起床了，你要去看动物吗？刚刚这里超好笑，我停车的地方呢，停到一半我发现我的车底下有东西穿过去，结果我一看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兔子哦，它从我车底这样跳，有兔子，他们的兔子都野放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波波，你看 bird， 有没有看到鸵鸟？那是鸵鸟蛋呢，他们有生蛋呢。哎呦，蛋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不是 egg？ 哦，你看那个脚脚好大只哦，我们 go go。哟，这个是鱼饲料，你说妈咪买10块，有。在疫情之前啊，这里呢就是这些都是可以喂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们就是暂时关闭这个喂饲料的功能，只能喂一些鱼啊或者是鸭啊这样。好，走 ，go， 我们去看，这里有孔雀。喂鱼哦，有兔子，你有没有看到兔子？这里还有鸡。这边你看 ，hello， 兔兔。兔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布布，你们说可爱？可爱。我们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。这个是孔雀。Hello。孔雀好近哦。它好漂亮哦。好的。锦鲤请勿喂食啊！它卖饲料，然后它什么都不能喂。这里的鸡好好笑，它们都站得很高哎，它们也站得太高了。兔兔跟鸡是养在一起的。丢哦，好像没什么反应啊。它们不像大板根好好。大板根那个都冲啊，饿到翻掉的那种。然后它这里有一些游乐设施，但这感觉很有年纪。哦，这里有马，好漂亮哦。你很痒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怎样？启梦，是你吗？启梦。哦，不不，这里有鳄鱼，这里竟然有鳄鱼 ！Oh my god， 这里面竟然有鳄鱼！No！ 你们给鳄鱼吃吧。来，给鳄鱼吃掉。好。哦，真好。怕怕。他说怕怕啦。可是你也是猪不不。叫了叫，一堆鹅都来了，天鹅。没有。对，没有。哇，好吵哦，好吵哦。我们去找 sheep。其实它这个园区真的还蛮大，只是我们现在进来的时间比较晚一点，所以比较暗。不不，这里有吧？哦，原来它跟马是关在一起，你有点。嗨哦 ，Hello， 回来了。他真的好好笑。布布，你会怕吗？你会怕啊、哦？你不是喜欢 sheep 吗？臭。sheep 真的很臭。啊！他这里有什么 ？Oh my god， 是豪猪吗？这不算 pig 吧？它应该算鼠类吧？只是名字叫豪猪吧？布布，你看，你都比这个豪猪。它就它其实它这个园区是蛮大的，也蛮多种动物的。那反正现在天色也暗下来了，蚊子也变多了，然后我们就先带大家进去。今天不一样，因为今天还有包含美食的部分，我们去试试看他们的招牌。
Let's go。哦，这个是他们的餐厅，哎，很热闹哎。今天是平日哎，而且现在才5点多。爸爸，嗯，你说什么？这个是 pig 对不对？那个嘞 ？Crocodile。Crocodile。好胖。好胖哦，你好胖哦。你们看到上面还有 monkey， 还有 horse， 还有 bird。Oh no， snake。Mommy snake。那我们去先坐坐，然后我们要来点菜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菜单哦。他们的菜单呢，其实就是吃这种台式的合菜。哦，但是我以为他们的选项会更多。重点是老板说他们都蛮大盘的，他们是属于团体客类型，所以他们才有那么大的一个停车场。刚刚老板是说啊，你们一家三口来有点不好点，就是没有办法像一群人来吃的那么贼超。但是我就请他推荐我们这来这边必吃的。那一个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人家也说必吃的，毕竟山猪城嘛，你总不能不吃山猪肉吧，对不对？他的炒山猪肉，好险他有小份的，但是这个是小份的，各位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他有另外一个茶香蜜鹅哦，这个是网络上人家很推的，再加上想要给布布吃的糖醋虾仁，我们就点三个，我觉得三个都有一点可能会吃不完，所以没关系，好不好？你们如果来的话，帮我们多试几个菜，或者是说呢，你们如果来的话哦，找朋友啊，或者是一样一起带小孩一起来玩，我觉得这样可能吃起来会比较爽一点。我们来试试看它这个米薯，很香哎。它这个是用什么油啊？我们那个鸡油，但是鸡油的香味，谢谢。这个面线，对，好吃，没错。你吃山猪肉好吃吗？好，好吃哦。再过来，这是默默自己点的。它这虾子是怎样？果粉，没有果粉。抱歉，它里面也是很大。给大家看它的庐山真面目，超巨大，这是完全百分百的虾仁。再过来就是我们的最后这一道，这不是四分之一只吗？你也太大了吧！好，我们来吃吃看，很肥美。然后它这个是茶香，所以它应该是对，它是熏出来的，好香哦！吃吃看。嗯，茶香跟它那个油脂的味道是甜甜的，然后很顺口。这个打包回去冷藏起来，然后做 Netflix 的时候边啃，应该是蛮爽的。赞的。再过来最后呢，我要来试试看他们的这个山猪城嘛，肯定呢是要试试看它的山猪肉。因为可能是比较大只比较壮嘛，就是那肉是会比较硬一点。然后这个是油脂跟皮的部分。哦，好 Q， 有油脂的地方好 Q 哦。它炒的其实微微的一点辣，一点点。那我们就先认真吃饭了，我们再见。OK， 我们已经吃完了，其实没有吃完，我们都打包了。我觉得这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可以再加强的就是虾，我觉得它本身的酱调很好吃，对，然后面衣也很香，可是那个味道没有进到虾子身上，就有点可惜。那我们今天总共从下午到现在，包含玩包含吃，我们总共只花多少钱？你猜？1000块。900，也没有1000块。重点在门票免费，你不一定一定要吃东西哦。你来，你也可以来喂喂动物，看看动物。但是它这里不是农场哦。对，这里不是农场。阿爸，咚！你刚刚不是有看咚了吗？你有没有看到夸克达？你也有看到 Crocodile， 那 Crocodile 有没有咬你？ No， 怕怕。那其实这里的定位哦，它其实不是农场，它是餐厅。那后面的这一些各种各式各样的动物呢，定位是老板的宠物啦，等于是欢迎大家来看他的宠物。对，老板宠物很多，但是呢，里面因为有羊嘛，有马嘛，你可以先打电话来询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哎，他们吃什么？那你们家有没有？有的话，你们是可以带过来喂，但是记得不要带一些无尾不尾，建议大家可以带一点红萝卜或什么来喂马或羊这类型的动物，因为目前感觉只能喂兔子啊、鸭子还有。以这边来说呢，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几个部分。第一，有的吃，好吃，量很大而不贵。第二个就是有动物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便宜，免门票你一样可以来。来这边的话，记得你的那个防蚊液要喷哦。那亲子农场系列呢，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我们一个赞，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身边也有小朋友的朋友。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的地方，就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、Facebook、IG 还有陌生夫妻和梧桐歌社。我们今年要10万订阅，小铃铛记得 charge， 就下集见。拜拜，妈妈。店员说：“我说，哎，刚那个兔子这样跑出来没有关系吗？在停车场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啦，他们自己知道回家的路。”这样，跟妈咪说这一个。
卫浴，好，这个。还要报公账，对不对？